次比賽。真係啊 ，Ivy 嘅神機妙算的，而且確係啟動咗十五機械先嘅。但係就跟住咧就開始去對位嘅時候就有少少慢。喂，哎呀，搞錯點埋波。哦，應該係要 retry 啦，我相信係有一個進球跌咗落地啦。而兩邊都係喎，兩邊都係。兩邊都係。虧夠20分邊個成真？你唔俾我開大啦。好啦，唔緊要。唔係呢個唔緊要。慢慢嚟，慢慢嚟。慢慢嚟先，啊，慢慢。神機妙算得了分，但是仍然要 再啟動回攞回第三個鐘台先得。一個。其實你啱見到同學仔咁做啦，我話，一句句對。係啊。三條牌都攞。係。好嘢，神機攞咗嗰兩個牌先啊。神機得分。所以而家大家平手相當㗎。不過咧，夢成真係一個犯規嘅。好似夢成真快啲喎。時間是充裕的，好看看神機妙算先。你暫時看到他自動機械人快了一點。好，神機妙算亦都可以啟動自動機械人程式。還有一分三十秒。攞了分沒有？分數就應該是不分的。幫我拿到一分。但這邊也很少快，即係而家兩隊都喺度爭呢個。